本届三大车队的联合邀请赛，我们来到了芝加哥赛道。芝加哥赛道被称为青年车手的试金石，作为最经典的赛道之一，其动线与城市脉络的结合相得益彰，驰骋其中，感受巨肩之城的脉搏吧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来自先驱、雷神与骑士三个青年队的车队经理们都在密切关注着赛况。好啦，青年车手们，机会不等人，不要在芝加哥留下遗憾哦。哇哦，超得好，这模选手不错。轻车熟路。道的处理很能区分赛车手的水平，过弯走线的诀窍是万用万，可别忘了。接下来是一段直道，抓住机会冲刺吧。赛车是你的啦，在邀请赛能开出这样的成绩。极限组的阿斯顿马丁 DB11 作为高性能的豪华车，马力强大，性能全面。阿斯顿马丁 DB11 是车手驾驭极限组比赛的最佳入门选择。再次祝贺你赢下了新人。不错，达成。
前减速，安全第一。